各位委员、同志们，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发言现在开始。应邀出席今天大会听取委员发言的有省委常委傅华同志、副省长张冠金同志，对省委省政府领导例会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建议，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。今天大会共安排23位委员发言，并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掌握在6分钟以内。我们采用电脑计时、报时方式来提示，5分钟语音提示，6分钟电脑自动报发言时间到，委员停止发言。下面请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孙大文先生发言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委员，大家上午好。我发言的题目是创新农业科技发展，提升广东农业活力。我是唯一一位在这里谈农业的，也是唯一一位院士，唯一一位海外华侨华人在这里发言。民以食为天，谢谢。谈及食物，就不得不谈农业。随着科技的蓬勃发展，农业这一古老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集约型迈进。广东经济实力雄厚，就业资源丰富，科技水平发达，具有极大的农业发展潜力。一、农业科技的重要性。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进步，可以说农业科技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革命。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科技，才能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。因此，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。二、广东省发展农业先进农业科技的契机。一、政策优势。广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，致力于与沿线国家搭建经贸合作平台。5年来，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7万亿元，这无疑将成为广东发展外向型农业经济的巨大优势。此外，省农业现代化、“十三五”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，明确又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，提升竞争力，这些为广东发展先进农业科技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。二、经济优势。广东 GDP 连续28年蝉联全国第一，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。雄厚的经济支持使得广东具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的优势。三、科教优势。广东科技教育实力雄厚，高校质量位居全国第二，教育经费投入稳居全国第一。科技方面，广东在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、农产品开发与生产以及专利等方面，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。科技人才密集、研发实力雄厚的巨大优势，为广东在科技、农业科技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奠定了基础。四、地理优势。广东光、热和水资源丰富，四季常青，物种多样性高，非常适宜发展绿色有机农业、集约农业、灌溉农业和立体农业。此外，广东的海洋和众多优良港口非常有利于发展蓝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。多类型农业的共同发展为广东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三、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提升广东农业发力。目前全国正处在农业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，发展先进的农业科技刻不容缓。广东在经济、科技等方面的诸多优势，无疑将成为推动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先行者。
一、科技兴农的指导思想。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兴农的指导思想，科技传化程度决定了农业科技高度，农业科技高度决定了农业产业精度。广东应因地制宜，确立发展以科技为先导的农业体系。二、五位一体的战略定位，又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应用到农业生产，就将各个环节高效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应确立五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战略定位，着重关注人才的孵化力、理论的创新性、技术的可靠性、产业的适应性以及市场的优势性，切实将最前沿、可靠、高效的技术落实到农业生产中。三、三线并行的政策支持。一个领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，广东应紧扣下面三条主线。政策导向方面，应进一步对绿色农业、农业集体经济、金融服务和高端人才的引进、培养等方面加大力度。资金扶持方面，应进一步对优良育种、智能农机和设施农业的专项补贴，提高农业高端人才待遇，资助龙头企业建立农业产业示范。农业推广方面，应组建高端智库，号召专家学者深入田间地头，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。四、众星拱月的学科布局。农业科技是典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，以农业科学、计算机、机械工程、统计学等都有的密切联系，统筹这些学科的协同高效发展，组建多学科协同创新平台，将有效推动广东农业科技的进步。五、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。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的可靠性和实用性离不开市场的检验，又容易将现有的技术在市场中得到不断的改进提升，主动出击，合理开放农业市场，引入外部竞争，积极参与到农业国际竞争中，以竞争处推动，以改革处提升，达到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。各位委员同志们，按照会议的日程安排，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发言已全部进行完毕。今天下午召开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会议，省委书记李希同志将发表重要讲话，请全体委员按时参加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要请假，请列席人员在驻地继续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。现在休会。